演藝同學會，今日咧我啤你咧就请嚟演藝學院里面嘅戏曲學院嘅代表咧，同我哋倾偈，等我哋了解多啲。究竟戏曲學院读啲咩嘅咧？喺我身边咧有戏曲學院院长刘国英先生 ，Hello，Hello 你好，院长你好啊，叫 Martin 得啦，啊 Martin，Hello， 系 Martin 得啦。咁另外仲有就系戏曲学院嘅讲师 April，Hello，Hello 你好 ，Benny 你好，咁啊欢迎晒两位啦，令到我哋咧可以即系了解多少少，哇 APA 有得读戏曲、啊，我都系 APA 毕业生，咁啊，但系我嗰阵时系未有戏曲学院嘅，几时开始噶？嗱。戲曲學院咧正式成立咧就係2013年啦，咁啱啱我哋喺2013年咧就正正式式成為一個學院，但係之前咧由1999年到2013年嗰陣時咧係一個中國傳統劇場課程，咁我俾阿 April 講解下。係啦，咁我哋喺1999年咧，演藝學院正式開展咗一個粵劇課程啦。咁裏邊咧，我哋叫中國戲曲課程嚟嘅。咁但係裏邊咧，主要都係修讀粵劇呢個專修。咁啊，當年咧就1999年開始就係第一屆嘅文憑啦。咁文憑裏邊只係得表演專修嘅啫。咁當然啦，而家嘅演藝學院嘅戲曲學院咧，就已經唔止表演專修一個科目噶啦。其实即除了刚才你说的粤剧之外还有什么主要都是以粤剧为主，因为我们始终认为粤剧是本土艺术、我们都是想在这一方面发展了先，到我们再建立了一定的时候我们可能再涉猎其他的剧种咯、刚才你说哇1999年那时就是一个即、叫做文凭课程啦，但是现在就不止了，是不是現在不止了。現在我們的戲曲學院有三個課程，相當我們保留了想當年的文憑，亦有一個高級文憑，亦有一個大學學位，一個BFA， 所以變成我們現在戲曲學院的要求都是經過香港資歷評審局的要求的規定，學術的方面我們是要有一定的 assessment 和有一定的課程的框架，而不是一般的文憑計劃 的設定。咁我想問，即如果學生在讀一個叫做學位課程和一般的文憑課程，作為學生想知大概有啲乜嘢唔同，係裡面要翻學嘅時間長啲啊，定係裡面學嘅嘢會深好多啊，定係點？嗱，咁先講我哋嘅文憑課程啦。咁我哋嘅入學要求咧，喺文憑課程咧係嘅 DSE 2222，咁即係咧要英文、中文啊咁樣有2啦。咁我哋嘅學位課程嘅要求咧就係332222+2，咁嗰兩個33咧就係呢個英文同埋中文啦。補充翻一句，我哋依家嘅文憑課程實質咧係冇一個英文嘅要求嘅，其中嘅原因咧係因為咧我哋嘅文憑課程是一個專業性嘅課程啦，咁所以咧喺嗰個文憑同高等文憑課程裡面咧係有表演科嘅嘢啦，有唱啊、做啊、念啊、打啊，但係咧就冇咗一般嘅語文科啊，同埋文學科嘅嘢嘅，咁但係喺大學學位嗰邊一個學位4年嘅課程咧，入邊咧就會有語文嘅要求啦、文學嘅要求啦、liberal arts 嘅要求啦，咁所以咧變咗咧，我哋嘅學位課程實質咧，除咗學戲曲之外咧，有一部分咧係學社會嘅社會科目嘅。係啦，咁我哋嘅學士學位課程咧，主要都係按翻咧而家嘅教育嘅要求啦。其實訓練一個全人，全人即係咩都要涵蓋嘅，包括你嘅溝通能力啦。哦，呢個好緊要。呢啲係啊，我哋咧其實咧喺我哋嘅本科，即係我哋嘅大學學位課程裏邊咧，呢一個科目好緊要。就因為喺我哋嘅專業裏邊咧，溝通係好難嘅。要懂得去溝通，這個很重要啦。其實這個社會今時今日呢，無論你是學什麼科目都好，即是要學會溝通你才可以跟著下來發展，再加上即粵曲即看似哇是一種傳統的一個表演藝術，但其實你都有很多不同的合作夥伴，你都要學會溝通。完全是啊。即係講起你話傳統嘅表演藝術咧，我哋戲曲學院咧就有啲特別嘅，即使咧我係好傳統嘅表演藝術嚟計咧，咁你見到啦，我同阿 April 咧，大家咧比較年輕嘅，係啊，我想講係好年輕啊。
係啊，即係遠遠係我超越我所幻想啊，係啊。咁啊，通常咧，即係講翻啲典故啦。咁一般諗學粵曲嘅人咧，都會諗啊，可能有個老人家教我喎。係啊，係啊。或者我下個課堂我會見到老人家，但係我哋戲曲學院咧，平均年齡嚟計咧，我哋嘅老師咧都係成個院校咧都係比較後生嘅。咁亦都有一樣嘢咧，我哋咧除了傳統的教學法，因為我們很多老師經過師徒制度學出來，但是我們也有很多老師都接洽大學的教育，所以變成除了傳統師徒制的東西外，我們也會有一些是比較創新 的想法和科技上的想法，例如近排我們搞了這個 virtual reality， 即是我們會用這個虛擬的虛擬實體嗰、虛擬實體係啦，佢點樣表達戲曲啦？咁亦都俾唔同嘅人可以感受戲曲係乜嘢啦？哇！虛擬實體表達戲曲真係新舊交錯喎、啊！呢一樣嘢係噶，係啊，同埋我哋應該都曾經參與過其他一個本地大學咧一個實驗，就係、是、啊用嗰個 VR 嘅技術啦，究竟從一個觀眾去睇下佢如果啊佢置身喺舞台嘅時候，原來表演者嘅角度係咁嘅喎，我哋亦都做過呢個實驗咯。哇！呢下我覺得好正喎，即係有時有好多表演者咧，佢冇上過大台咧，唔知道自己上到大台，我哋所謂嘅發台温啊，即係突然間一片空白啊！呢啲咁，如果佢有呢個 VR 俾佢試一次，佢又起碼有少少概念。兩個方向都得嘅，例如一個觀眾，我完全未嘗試過，我可以去嘗試呢件事。係係。但係咧，如果咧響再深一入一下就話，我哋戲曲好多時嘅戲咧，除咗我一個人做戲之外咧，例如我依家同 April 喺度做戲，同阿 Billy 喺度一齊做戲啦。咁但係阿 Billy 同阿 April 唔係一定可能得閒嘅喎。咁如果你哋兩位唔得閒嘅，我哋有一個錄像喺嗰個 VR 度拍咗嘅，我作為一個 VR 入邊嘅人，我可以借用呢樣嘢去練我自己嘅戲啦。我會有咗對手，但係冇對手。咁正，呢下係解決咗好多我哋一直以嚟，如果有做舞台劇啦嚇、有排舞啦嚇、總之你要同人哋夾一啲舞台表演嘅人咧。你解決曬所有問題喎，大家夾 schedule 嗰啲時間上嘅問題，希望係咁啦。好神奇喎、哦！咁即係話我對住一個空氣去到對戲，但係其實我又真係可以自己練到嗰個大家順口位啊，所謂嘅係可以練到順口位，但係咧亦都咁講嘅，相當唔代。即係代替唔到真係約阿 Billy 你一齊去練舞或者即係練套戲啦。咁但係咧都好過自己憑空想像嘅。哦，即係喺一個學生嘅角度去睇咧，係好過嘅。咁相當喂，去到再深一層嘅大師級嘅，自己都係戲，我喐身都係戲，我諗身都係戲。呢個另一個 level 啦。因為我哋依家講緊學士學位咧，喺嗰個資歷架構咧，都係講緊個出口係五。咁所以咧，喺一個學術嘅成長咧，呢個係其中一部分嘅啫。哇！我覺得好有興趣，同埋即係好多嘢原來。這個戲曲學院呢是有很多新的東西在裡面學得到的，其實戲曲學院很厲害的，就是因為在這個全世界裡面呢是唯一一個地方可以在這裡學粵劇但是得到學士學位的。是啊，哇，那這件事是很鼓舞啦，就是我們香港有一個這麼好的地方可以讓他們學習啦。我又想問一問兩位啦，那其實在這裡學習的學生怎樣可以令到他有一個專業的訓練，令到他在台上面呢是得到大家的認同的。專業的訓練呢在一個學生相當是很重要的。嗯、第一呢在課程的規劃我們會 有心得啦，第二呢也都要給實踐經驗和機會他們啦、嗯、有一件事我強調大家要明白的，就是在四年呢沒有一個人呢會學到足夠的東西去做所有他想做的事情。所以在四年呢我們作為一個大學學位呢是教一個學生什麼是粵劇啦，亦都可以是說啟發他們的思路，啟發他們的藝術的基礎。那啊 ，April。好啊，正如我哋院长所讲啦，我哋主要系启发学生咧，喺四年里边点样可以成为一个粤剧嘅表演者。嗯、除咗即系毕咗业之后，佢系能够不断咁提升，呢个系我哋最终嘅目标啦。咁、嗯、所以喺四年里边咧，我哋为佢哋设定咧，系除咗我哋设定嘅一啲课堂内容啦，实际话我哋叫基本嘅一啲能力之外咧、嗯，包括可能基本功啊、唱啊，甚至乎对乐器嘅认识啊、对帮网嘅知识呢一类一啲专门一啲嘅基础。
內容之外，我哋好着重實踐嘅。嗯，咁實踐咧，除咗即係學院裏邊嘅實踐啦，每年我哋都會有兩次大型嘅演出啦，甚至乎我哋有一啲音樂會啊，或者係一啲我哋粵曲演唱會之外，我哋亦都會對外咧有一啲嘅實踐交流機會。近呢兩年，我哋都被呢個康文署邀請啦，參與一啲咧地區性嘅一啲表演節目，能夠希望咧俾觀眾認識得我哋嘅戲曲學院更多。咁除此之外，我哋更加咧有去到一啲東南亞地方啦，而家甚至乎院長將會帶佢哋去一個未家嘅一啲地區，做一啲藝術嘅學術嘅交流，目標就係俾佢哋涉獵下其他地方。哦，原來其他地方對於戲曲甚至乎粵劇咧都有佢哋嘅文化嘅、哦，就係俾佢哋從呢啲機會可以涉獵一下。哇，幾開心的喎！在香港那裡讀書，但是有機會在不同的地方表演，甚至乎在美加這樣。還有不是只在學校表演嘛，剛才說出到香港的其他的場地表演，我想這些都是一個學習的過程。我想知道其實在這裡讀書的同學仔是讀多少年，還有畢業之後有沒有什麼就業機會這樣？你先吧。我哋嘅學生咧，主要其實學士學位課程咧就係四年啦。咁其他仲你佢有冇機會深造咧？相信我哋學院嚟緊咧都會開辦一啲更高水平嘅一啲課程嘅。咁暫時我哋咧一個學生讀一個學士學位就係四年嘅啦。咁樣咯。啊 ，OK， 佢哋畢業之後有冇啲咩就業嘅機會咁樣嘅？嗱，我哋戲曲學院咧嘅學生咧就好叻嘅。嚇，點解我會咁講咧？我記得咧，我哋細路去讀書嗰陣時咧，我哋需要去揾嘢做咧，好辛苦咧，就去揾其他嘅嘢做，跟住咧就維持我哋嘅生計而去讀書。咁但係我哋戲曲學院學生咧，就相當佢哋都要揾嘢做去維持生計啦，睇行街食飯睇嘢都要錢啫嘛。咁但係咧，佢哋咧好多時咧都會喺翻個行業入邊嘅，因為行業咧好多咧，我哋有兩方面咧。第一咧，佢哋好多師兄師姐已經喺行業啦。第二問題咧，亦都係咧，我哋戲曲學院咧有好多老師啊，同埋有好多行家咧會欣賞我哋嘅學生而俾機會佢哋咧一齊演出一齊表演。咁而咧，我哋嘅學生喺呢啲對外嘅機會度咧，佢又會吸取到經驗，亦都會揾到錢去食飯、行街睇戲啦。咁所以個專業就業機會咧，實質戲曲學院嘅學生咧係好高嘅。哦，即系呢个系好开心嘅一件事，即系读紧书嘅时候，如果你表现好，话唔定你因为嗰、那个喺个台上面嘅表演，有人已经睇中你啦。嗯，下次我应该可以揾佢做嘢啦。咁系啊，系啊，即系呢个系好实际嘅。咁我想知道咧，其实入嚟读书嘅同学仔，佢哋系咪一定要受过某一啲嘅训练先至可以入嚟读啊？即系。我先講音樂先啦。咁咧、啊，一般音樂嘅學生嚟 apply 我哋嘅戲曲學院咧，佢哋會係自己本身有一個專修嘅樂器嘅、啊，即使拉二胡好、小提琴好，啊、或者琵琶、古箏咩都好。咁佢自己有一個專修樂器咧，咁佢咧會透過一個 audition 啦，咁我哋又會睇下佢對粵曲嘅知識認識幾多啦。咁亦都會咧透過佢本主修樂器啊。入到嚟之後咧，佢或者會學件副修樂器啊，咁嘅方式而去入apply to 我哋嘅學院啦。咁演科咧，相對咧都有同樣嘅要求喎。係啊，演科咧其實主要我哋都當然希望吸納一啲咧對呢個粵劇有認識嘅一啲學生啦。咁、但係好多時嘅時候，我哋都會面對一啲就係、是、香港嘅學生，甚至乎可能啱啱讀完呢、這個即係中國中學文憑試嗰啲學生咧、可能對粵劇唔係太高嘅認識。咁、我哋通常都會同佢哋做一啲面試啦。面試嘅過程，我哋會測試佢本身嘅身體嘅條件，或者佢曾經涉獵過嘅其他藝術範疇，包括可能跳舞啦，又或者甚至乎係drama 戲劇嗰啲學生都試過嚟報我哋戲曲學院嘅。哦，其實如果譬如佢讀過 drama， 呢啲係有幫助嘅，係嘛？其實每一個藝術範疇咧都係有幫助嘅、哦，因為我哋中國戲曲即係呢一個咁大啦，尤其是再講翻粵劇，其實唱造念打幾方面就係包括咗好多不同類型嘅元素，唱造念打係咩咧？唱就係唱歌啦，唱歌；念就念白啦，念白；打咧就我哋所謂嘅一啲基本功啦，包括腰腿啦，同埋把子啦。做戲啦，所以其實我哋嗰個涉獵嘅範疇都好多、哦，所以一個四年嘅一個課程咧，裏邊需要涉獵咁多咧，我哋都對佢有要求嘅。同埋咧，亦都有一樣嘢咧，我哋戲曲學院咧就係、是、有個優勢，因為我哋本身咧係 APA 六個學院之一。
咁所以變咗咧，我哋嘅接洽嘅老師啊，或者接洽嘅資源嘅嘢咧，會闊啊。咁例如講咧，我哋依家戲曲學院咧都有聲樂老師幫教聲樂啦，亦都會有戲劇嘅老師教戲劇嘅元素啦，因為咧中國戲曲咧，好係一個綜合嘅藝術，表演藝術嚟嘅。即係你會有人唱歌，咁有人唱歌即係有音樂去夾。咁你除咗一般人諗，哎呀，啲人企喺度棟篤唱歌之外，佢有做戲嘅喎。咁做戲要了解人物啦，要了解呢個歷史啦。呢啲嘢咧，亦都係近似人哋話劇嘅 dramaturgy。係。咁亦都有啲咧，就係話舞蹈啦。嗱，舉個例子，我哋其中有一個畢業生咧，佢本身咧入去戲曲學院之前咧，係去舞蹈嘅。哦，咁跟住佢入咗戲曲學院學咗戲曲之後咧，佢依家有好多時咧係會幫啲粵劇嘅範疇編排舞蹈，咁所以變咗有啲嘢咧係 cross disciplinary 嘅。咁所以我哋戲曲學院係有個優勢，就係我哋可以接洽好多唔同嘅嘢，除咗戲曲之外。的而且確裡面係涉獵咗好多唔同嘅技巧喺度啊！咁啊，又想代啲同學仔問啦，如果我要考入嚟啦？嗰、那個甄選嘅過程咧，其實佢哋需要準備啲乜嘢咧？考生啦、啊，咁佢主要其實咧都要展示咧佢對呢個粵劇嘅愛好先。係，即係佢如果對粵劇係唔中意嘅，其實佢又未必會嚟考啦。又話可能被父母逼，但係佢如果冇呢個興趣嘅話，亦都讀得好辛苦嘅。係。咁第二，我哋測試佢咧，當然佢嘅身體條件啦。學過就最好啦。咁啊，唔學過嘅時候，佢有其他嘅腰腿好嘅，或者甚至乎佢有呢方面嘅天分，我哋都會從個面試上面睇到嘅時候咧，我哋都會考量佢嘅。OK， 大家可以想一想啦，在这里要多谢两位 ，Thank you， 好多谢。